好，请问你找、不好意思，请问这里是宋老师家吗？是啊。宋哥，请问您是？我叫王家俊，是宋老师以前的学生，以前在老师家见过你。哦，请进，请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你是学弟哦，西宁的。对，我西宁的。第几届啊？我应该是85年要毕业，可是我国二就去美国了。我们是几年毕业的？82啦。请问一下，老师在家吗？在啊，在啊，在啊。在。他一直都在。对，老师哦，他足不出户，男人典范啊，一点都不好笑。哎，对不起哦，杨山，你进来帮我一下，我翻不动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要不要帮忙？哎，不用，我们来。哎，真的没有，坐，哎呀，没关系，真的。哎，爸，你学生啊，你学生来看你了，爸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哎，宋老师他怎么了？老师好几年都不能动哎，你不知道啊？老师，江远凡呐、老师。可以吗？手。小心。穿过去，穿过去。这里拉一下。好了好了。老师，老师，我是家俊啊，王家俊。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老师，你不记得了。老师。就麻烦你们准备一下好了，这些我去洗洗切切，大家一起吃。杨山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的，一起吃，能吃完也算帮我个大忙。哦，宋哥没问题，来这边，好好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一年一年，来这边的人好像越来越少，今年好像就只剩我们了。对啊，就剩班上啊成绩最好的。跟最狗屁倒糟的了，大家都忙吧，这个年纪谁不是家庭工作两头烧？其实你们也不必每年专程跑这么一趟，房子小又乱了，也不能好好招呼你们。宋哥啊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现在值得尊敬啊跟怀念的长辈啊好像也不多了。是啊，其实很多人都把宋老师当作是自己的爸爸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所有不喜欢自己爸爸的人的公家爸爸。公家爸爸。对啊。哎，学弟，老师有反应吗？刚刚才跟他说了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也不晓得他记不记得。我想他应该是记得的啦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。读报纸给他听的时候，有些名字他一听还会哇啦哇啦的叫，是那些政治人物对不对？啊，病这么久了，记性还这么好，我连他生病那一年的行政院长是谁都忘记了。现在是谁？江宜桦。我都不知道老师病这么久了。你都在国外啊？其实回来好几年了，只是一回台湾就被我爸派到越南去。之后调到上海，一待又待好几年。我也刚从上海回来哎，农工资惹来阿里达，浦东，浦东，罗嘎兹，罗嘎兹，我之前也在那边哎，说不定我们还在哪里擦肩而过、哦，说不定。哎，换一下名片，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失礼失礼。哎，来，给我名片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大公司啊！哎，宋哥。需要随时联络我。荣幸荣幸啊，之前曾经在贵公司服务过。哦，那后来怎么？我不仁不义，有人挖角我就跳槽了。说不定我也快了。我爸要是知道你这么有成就一定很开心。
没有了，我刚刚才跟老师说，最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一片茫然呢。其实啊，董事长特别助理这个位置，只是一个爸爸对自己的儿子特别不屑，所以干脆拉到身边呢，就近管教。讲这样，这个老爸可不是随便每个人都有的呢。对啊，学弟，你要是这么不喜欢自己的爸爸哦，啊，那干脆啊，就上网拍卖，然后大家一起来竞标嘛，啊。无笑，哦，拍谁拍谁。